典礼开始。台记载，这如意山庄是64年就盖，66年盖，那个时候叫做文康中心。非常的高兴啊，能够来参与啊，我们东引啊如意山庄整建后的一个揭牌典礼。我帮你拿。不要，你看，我拿一个叫好了啊，当善人，健康，女性绝对是自愿。哦，的自愿。对，因为女性以前是没有轮调的。现在开始，慢慢做那一页吗？我一百零四年来的，是感觉做就不适合抽啊，一百零四，你们都是自愿的，没有十年，哇，因为我从兵开始当妈妈了，当妈妈了，老公呢？小姐在哪？小姐在哪？为了赚钱，加加蛋。